最近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不管我发什么视频，各位仙女们和老铁们只会注意到这个。求求你还个发色吧，看这像蜡像怪里的蜡像。尊重你的选择，我只是喜欢黑发多一些。尊重别人，咋变得这么丑？以前好帅。嗯，真的吗？好像孙悟空啊。你这个家发在哪里买的？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是怎么个事儿。你的鼻子呢？我都不知道你咋了。你吓死我了！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姐22.9哎，对我来说小鱼儿孙瑞。今天我已经七天没洗头，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在想，为什么你不洗头啊？你干嘛拍视频？你快去洗头去！因为我今天决定好了，我要漂头发了。然后我在网上查到，如果你想漂头发的话，但是不洗完发受到很大的伤害，那就要把头发变得脏脏的，然后就漂。其实我不仅没有洗头，我昨天晚上有椰子油，把我的头发变得更油。特别讨厌椰子，我今天晚上会睡得特别特别油腻，而且特别香。我好讨厌这个味道，真的好讨厌这个味道，特别油的头发的诺伊，明天要漂发了。所以这个视频结束之后，我从一个西班牙小哥就会变成一个德国小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染发我来给一个助手。猪手头发油腻，这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这里没有中文，也没有英文，也没有西班牙语，所以压力山大，有谁看得懂？没有英语，没有中文，没有西班牙语，我们会的三门语言都没有，我们只能拼感情。拼感情，你跟他磕个头，然后他给你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头发油油的，本来还打算开始漂头发了，油腻而方便。我们去旁边一栋楼偷自己的外卖，因为我们一个美女把。定位定错了，是这一位帅哥，是一位帅哥，他没有给我说清楚地址。你没有问，我们现在这样，头发这么油腻，然后就很随随便便的去别人的楼拿东西，我感觉是两个乞丐在去冒险生活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很轻松啊。目的地已找到，现在我们要像忍者一样跑进去。This message will self-destruct in 5 seconds. Good luck. 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我的外卖在这里，外卖门一下跑掉，成功。差不多懂了。嗯，来吧。我们会绝交的。你们为什么？会绝交。为什么？绝交。你们为什么？绝交。好，我现在呢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。是全部混在一起吗？这里写的是我也读不懂，所以我全部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就放进头发。我为什么要我这比较快，不然这个东西就扎了。我觉得你要把我的头也扎了，兄弟。对了，我待会是不是要洗掉？对呀、你会帮我洗吗？穿着我的睡衣的一个女孩子，不要说这么让人误会的话。这条裤子我不会还的，被我真用了。我的命，给你。是，没关系，你就直接放在我头上就可以了。啊！哇，这头发够味儿的。头上已经满红了，现在。来，弄，姐姐。如果我要继续金发的话，我会下次我会去理发店。不是不相信你，就是觉得下次会更难。你可以不要相信我。我怎么看他就是怪怪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结束了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就给我们一个好评吧，五星好评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眼睛真的很好看。主要是就是你比较心灵手巧。对，我这边有一些黑黑的。对不起。OK， 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行吧。再见了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么结束了。我朋友已经走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条视频的话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转发。我是能22.22有点。二的小哥。苏诺伊 ，hasta luego。我还是不习惯。习惯我就关不了。